您刚刚看到的画面是陆军第71集团军某炮兵旅开展的一场全员全装全要素实弹演练。此次演练重点进行的是新式车载加榴炮实弹射击演练。第71集团军某炮兵旅列装此款装备不足半年，已经形成战斗力。此刻，在我的身后，31门炮是一字排开，战士们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，马上开始实弹射击。我们也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尽可能离得近一些。带您来观察现场的实弹射击实况。3、2、1，放！此次实弹的射击，时间紧，任务比较重。我们全体官兵希望在这次实弹射击中得到一个充分的、有效的检验。第一轮火力射击后，虽然目标区域被顺利拔除，但我方阵地位置也已暴露。指挥所立刻下令转移阵地，开始准备第二轮打击。经过2个月的刻苦训练，目前已完全具备作战能力。这次实弹演练，我们按照作战一个过程，昼夜连贯组织实施，目的就是练熟新装备，锤炼过硬作战能力，把部队磨练成能打仗、打胜仗的火力拳头。近距离感受战神怒吼的威力有多震撼呢？接着看记者林泉的现场报道。好，战士们现在开始装填弹丸和药桶。这个区域是现在我能够抵近的，应该是最近的区域。说实话，还是很紧张的。我不知道这个离这么近的距离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威力的体现。好，药桶上膛。哇，好，这个是刚刚退下来的这个药桶，应该温度还很高。哇，还能够看到此刻我身后那些灰尘，真都形成了特别多的这个烟尘，就在我们周围。然后这个冲击波，虽然是我穿着这样的一个防震的这个背心，但是能够感觉到这个冲击波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好，下一发炮弹，我已经做好了装填的准备。哇！啊，这会儿的声音不太能够听得见，脑子里面一直有耳鸣的声音。然后好像我刚才先是听到了我们这边开炮的声音，然后过了很长时间，应该有几秒钟，远处才传来了那边打到了目标以后的声音再传回来。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那边的整个烟尘已经起来了，真的是很好奇在前方那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杀伤力。新型车载加榴炮是在2019年国庆阅兵首次亮相的新装备，采用6x6越野卡车作为底盘，机动速度更快，机动距离更远。那无论是公路机动还是复杂路况，相比较起来呢，都更加灵活，也更方便。演练之后，我们的记者带大家近距离感受这款新装备。现在我是在车载155自行加榴炮这个副驾驶的位置啊，我这应该是一个炮长的位置。首先坐这个车，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一个视野，转过来让您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就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正前方，这有一根炮管子，始终就杵在这儿。然后这些都是防弹的，绝对结实。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，我觉得这个是卡车底盘吧，一定是比较硬的啊。但是没想到呢，这个座椅竟然还挺舒适，减震非常好。实际上，进入靶场过程中，这些车辆不仅经历了高速的公路机动，还通过了坑洼不平的山地路面的考验。本次实弹射击检验了装备的战技术性能，尤其是机动性能。它具备全天候、全地形机动作战能力，面对陌生环境、复杂地域，能够有效应对，并且行军、战斗转向速度快，能够有效避开敌方的反炮和打击，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。
这里就是弹药箱的位置了啊。这个地方呢，每个炮弹是有单间可以住的。你看这个上面呢是弹丸，下面呢是药桶。看战士们搬运弹丸的时候呢，动作非常的麻利，但我知道这个是比较沉的。这会儿呢还没有装引信，我还能够现场来体验一下啊。班长，这个帮我打开一下吧。从里面拔出来是吧？这是头，然后这个手就是。好嘞。哇！啊！我这已经啊，谢谢啊。其实抱起来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的吃力了，但是最后往上举上去那一刻，好像如果不经过训练，还真的是达不到了。八九十斤的弹丸举到装填位置，让记者觉得吃力。然而，当弹丸放到装填装置后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轻松。幺五五自行加榴炮采用了半自动装填机构，射手可将药桶与弹丸从位于赛车中部的弹药仓中取出，放在半自动装弹机上，由半自动装弹机完成火炮装填动作。类似这样提高效率的创新设计，还有对导航系统的使用。通过北斗可以实现一键调炮，大大缩短了作战准备时间。此外，指挥车还可以通过信息系统直接将射击数据传送到各炮的操作终端，缩短时间的同时还减少了人为错误的产生。这就是信息化对火炮战斗力的提升。现在我来到了着弹点靶区，我们来看一看经过一番炮轰以后这个地方所留下的一些痕迹。比如说我左手边这些铁架子啊，肯定是一个目标靶。再来往这边看，这边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靶子，应该是炮弹直接从靶布当中穿了过来，在我身后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弹坑。这个弹坑我看了一下，这个面积差不多应该是有1到2个平方，而这个弹坑的深度应该是有60-70公分以上的这个深度。在我的身边包括周围的山坡上面都留下了很多大小不一的一些弹坑。你像我右手边这个弹坑里面的这个大石头也被炸碎了，然后是支离破碎的一个状态。在这里面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大小不一的一些炮弹的破片，你像这样的破片此刻都依然是很锋利的状态啊。也可以想见，如果说在这个炸点附近还有一些有生力量的话，那肯定也是会被摧毁的。车载幺五自行加榴炮是我旅刚刚列装的新型压制火炮，具有机械化性能强、信息化程度高、火力反应速度快等特点。通过运用新装备，进一步增强了官兵的信息化作战理念，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部队的打赢能力。